个外套超可爱。那个选择哪一个色？哦，真的，这个它是哪？它是哪灰蓝色？这个外套很可爱，它就是比较休闲感的，而且会很年轻。对，就是比较年轻，因为它是连帽的，对，连帽的，然后是格纹，很可爱。然后这个它的那个，就是我觉得穿起来就是很比较休闲的感觉。如果你是喜欢休闲风，平常穿的比较休闲，然后喜欢可爱一点点女生，这件我还蛮推。然后它的格纹很漂亮，对，它的格纹超美，它格纹是很细致的，嗯，不会重，超轻。这件超轻，对，这一件是更轻，这件应该是今天介绍外套最轻的。对，所以如果你真的超怕外套重，你就可以拿这一件。然后它里面有铺棉的设计，这一件的话，它里面还有铺棉，就是而且它的铺棉是可以拆的。然后它的帽子是做的比较大一点，帽子也很可爱，所以其实会很可爱。对，牛角扣会显壮吗？不会啊，为什么会显壮？这边才会显壮吧？牛角扣不会，哦，就是对啊，对，很可爱。你看它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可爱啊，就是比较连袖的那种感觉。对对。很可爱，但不会到显壮，不会，不用担心。但是这个可能比较可爱一点，对，如果你想要可爱，或者是你觉得哎，你已经有类似款刚刚那种，你可以选一个有帽子的，因为有帽子的你们之前也没有，比较少，就完全没有那种有帽子。对，这个是他们家出比较休闲，你想要休闲的样貌，就可以选这一种，你就可以选这个啦。那你要走出来有风的话，你就可以。因为两件的感觉差蛮多的，其实。对，一个比较可爱，一个比较那个。好，然后来。